处赞同吕布参选2020总统。吕布要选总统不是不可以，但不是选择在登记联署总统候选人的前夕仓促做决定。吕布是阿扁两次参选总统的最佳副手搭档，纵使提名过程阻力重重，当年阿扁坚持提名他绝对是正确选择。2008年总统大选，吕布争取民进党党内初选提名，没有人说不可以，但第一阶段党员投票落败，宣布退出第二阶段民调，赢得掌声。如果吕布在蔡总统输掉2018年地方选举，愿意挺身挑战寻求连任的蔡总统，阿扁也会支持他。但吕布选择推动和平中立公投案，民进党党内总统初选登记只有两人竞争，阿扁选择支持赖前院长，因为赖奎比蔡总统更有能力带领台湾这个国家，并赢得2020总统大选。结果赖院长愿赌服输，兑现党内初选诺言，全力支持出现的总统候选人蔡英文。9月17日登记联署总统候选人截止前，公认呼声不低的二位强劲对手柯文哲市长自己不参选，转而支持郭台铭董事长，郭台铭则在最后一刻选择退出，形成蔡总统与韩市长的蓝绿大对决。统派蓝营好不容易整合成功，台派绿营杀出吕布，而造成大分裂。吕布距离当选显然最为遥远，喜乐岛联盟党临时提名吕布，难道只是为了拉下蔡英文，不惜让韩国瑜当选也无所谓吗？韩国瑜当选将和中国签署和平协议，台湾变成西藏第二、香港第二，这是我们想要的吗？韩国瑜也说过，只要他当选，阿扁就会抓回去，这是一心一意一扁就扁的阿扁们所愿意看到的吗？非常欢喜，阿扁啊，会当甲大家伫转台了后，阁会当做伙伫空中见面，这是心良阁物语。阿扁啊，出来讲，第一届转台来到第152台民视台湾台下晡5点的节目。甲大家有这个机会，有这个机缘，过来三角见面，望大家会当来我批评、鼓励、加指教。阿扁也是人，阿扁也是一位非常平凡的人。我嘛不是上界聪明的人，我的头壳有当时啊嘛无讲遐尔清楚，和你讲清楚，难免。记忆嘛会停顿，甚至呢讲话未到周到的所在，甚至大家感觉讲阿扁所讲的未免上主观，也无到客观中立。但是阿扁心内话，我需要来甲大家做伙分享，这是关未调的声音，但是呢。不一定是正确，所以大家比阿扁啊更加聪明，比阿扁啊更加有头壳，所以望大家也免客气。虽然阿扁啊做过总统，不过这卖嘛是一位非常平凡的平民，甲大家拢总共款。大家比阿扁啊更加敖，比阿扁啊更加聪明，所以免客气，唔对，我知道。我做一个修正，让我会当来成长加进步。当然，今仔日咱要特别来讲一个主题，因为这个主题真重要，无会引起误会。
甚至感觉讲，阿扁啊，才会安尼讲，阿扁啊，才会安尼想，阿扁啊，为什么才要安尼做？为什么阿扁啊无赞成？阿扁啊，过去的最佳拍档，咱李富啊，李秀莲前副总统来代表希洛岛要来参选2020年总统大选的总统啊，这个连署啊，因为阿扁啊有姐姐的看法加理由，嘛要拜托大家会当伫多方面来我批评加指教。要讲到这个主题，咱就爱先讲到伫过去阿扁啊阿哥咧做台北市市议员的时阵，迄当时的发生。这个党外路线之争，所谓党外路线之争，就是改革体制，甲体制内改革两条无同款路线之争。当然，以这个林郑月为代表的改革体制的路线，甲这个谢长廷阿扁啊，阮所主张的体制内改革的路线。这是完全无同款的。虽然阮拢从政治面啊、市议会啊，这个民意机构，但是呢，对着路线之争，大家呢嘛有这个辩论。啊，当然尾啊，唔是讲啥物人对甲唔对的问题。毕竟到尾啊呢，体制来改革嘛是正做。这个台湾民主运动、党外运动的主流的价值，但是迄不是代表真理，迄是代表着伫台湾的社会、台湾民主多元的社会，比较着多数的人，他也当接受体制内改革，并无遐尼赞成改革体制。林郑月议员迄当时所讲的改革体制。就是亲像因所形容的，亲像一间厝，啊，就是讲这间厝啊已经歹去啊，所以呢爱阿姨拆掉啊顶起，啊当然体制来解决讲啊这间厝虽然臭毛毛啊破鼓鼓，但是呢，那如果会当来阿姨改建，嘛是阿哥会大只，不一定爱完全阿姨。讲掉，先花修理一下，和你讲大修理了大钱，嘛是唔免讲掉，这叫做体制内的改革。啊，这就是咧讲所谓的中华民国。大家对着中华民国，当然有两派的这个意见，就亲像讲今仔日呢，啊，这个韩国瑜伊嘛认为讲，伊要来守护中华民国，但是。这个啊，蔡英文伊主张是要来守护台湾，这嘛是两条无同款的这个路线。啊，问题就是讲你要来做所谓的中华民国派，这个对面点啊，中国共产党因就会当来忍受，就会当来支持，这嘛是无可能的代志。因为对着中国共产党来讲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10月7日啊，拄啊，特别来到，这就是因的国庆日，所以因已经将中华民国来啊伊消灭，所以呢，无可能搁和中华民国和因消灭已经灭亡的。国家啊，搁会当来复活，搁会当来复国，所以呢，这你要守护中华民国，啊，要让中华民国搁继续存在，搁来复活，对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讲，这是无可能接受的。这就是为什么啊，所谓马英九的九二共识，就是一中国标。一个中国国主表述，
啊，伫台湾表示这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，但是呢，安尼讲八年到最后一冬，伫这个2015年的11月7日，伫新加坡啊，马习会历史性马英九甲习近平伫新加坡来握手见面，两个人对外拢总讲5分钟的话。啊，马英九啊，先讲，伊讲啥物叫做九二共识？九二共识就是1992年香港会谈海峡两岸针对一个中国的原则达成共识，迄叫做九二共识。所以九二共识只有一种共识，并无一种国标的共识，这已经是真清楚。由马英九迄当时总统的身份，正式伫习近平的面头前，伫全世界媒体的头前来公开宣誓。所以呢，这个韩国瑜佮佮讲啊，九二共识就是一种国标，迄完全是世纪的大骗局，所以无可能佮来守护中华民国。那是咧骗票，因为所谓的一中原则，就是咧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，这就是咱无多能忍受接受的话，因为咱啊接受一中啊原则，啊就是接受台湾就是中国的，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省，伊的特区，伊的地方，所以呢。咱无可能接受台湾要来和中国共产党统治，要和人民解放军来到台湾来解决，所以这是非常清楚的代志。所以在迄个时阵，咱对着中华民国，咱嘛是有意见，但是伫所谓的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啊，这个幽灵的体制内底。咱一时嘛是拿他没有办法啊！到底咱是要来改革体制，来阿伊拆掉，还是讲咱要来进入去体制，啊来诊断体制，来改革体制，进一步来推翻体制啊！变也是主张体制内的这个改革，但是。体制来改革，进入去体制，不是代表咱接受中华民国这个幽灵的体制。总是有一天，咱绝对要来正名、正言、公道、入言。这是咱非常清楚，咱要行的台湾啊国家路。但是，若要改革体制，要一夜会当来变天，啊，无要承认中华民国。啊，要来啊！伊拆掉，就是用革命的手段，用武力。你讲有可能吗？伫台湾的社会，咱无革命的条件，咱无武力武装革命的条件，所以伫只伫台湾社会，咱只有爱来行体制内的改革。当然，这嘛不是圣旨，这嘛不一定是正确，但是总是这几十年来。咱是安尼行过来，虽然还未成功，唔是代表咱失败，咱犹原要继续行台湾中国一边一国这条台湾啊国家路啊，所以呢，讲到这，咱就会当来知影，咱对着2020年的总统的大选，嘛是甲这有关系啊，到底。咱会当看出来，怎么会伫这个所谓的中华民国派、所谓的统派、中国派，就是韩国瑜本来甲郭台铭两个人，啊，搁来咧抢哪样中国派、中华民国派的这个代表权，但是到最后，这个郭台铭啊已经。啊，宣布啊，这个退出，无过来参加到2020年的总统大选，所以因已经啊三国归一统，
啊，对着台派这边的话，是不是咱得爱个进一步来思考？当统派、中国派、中华民国派，因已经整合，已经剩一组的这个候选人。啊，那如果咱这个绿营的、咱台派、咱独派，咱有两组的话，啊，到时会安怎？所以呢，这是比什么更加严肃的一个课题。这已经不是个人的恩怨。所以呢，你讲那阿扁啊，你要来问我，啊，到底我对蔡英文总统有意见无？啊，这是公开，啊，不是秘密。阿扁啊，对着蔡英文总统这三年外来，伊的这个言行作为，伊的施政。确确实实，我嘛有我这个啊保留啊加评论啊。当然，咱有意见，唔是代表讲伫这个国家至上、国家利益啊这个优先的大前提之下，咱对着这个目前的政府、目前的总统，咱有意见啊。所以呢，咱特别来惊。拄只所形容的改革体制，咱一定爱用革命的手段，啊，一夜中间一定爱来啊伊推翻，啊是讲咱要来体制来改革，咱希望讲会当来啊伊改变，会当来啊伊修正，会当来啊伊应用，会当在体制来内底，希望伊会当做了更加好，会当行正确的。台湾国家咯，唔通甲台湾前途国语文的民进党的党纲啊有正大的这个偏离，我相信这就是无同款的这个思考。啊，当然讲到人选，咱嘛知影，亲像讲伫这个2012年的时阵，迄当时阿扁啊的政治理念甲信仰，就是咱台湾要来。诞生历史上第一位的总统，虽然蔡英文甲苏贞昌两位拢总同款的优秀，不管对一个人代表民进党来参选，一定会赢这个现任的总统马英九。不过，迄当时我人伫鼓山，我嘛是安尼非常大胆，我嘛勇敢站出来，嘛唔惊得罪人，我公开来发表伫最后的十天。来写文章啊，拜托民主啊广播电台来咱奉上，就是呢，看好蔡英文啊做总统的十大理由。当然，上个重要就是希望伊会当成做历史性第一个啊查某的台湾总统。啊，虽然讲过万四当总是阿扁啊下班会当来实现。这是比什么更加欢喜的代志，就亲像讲2000年，阿扁啊，安尼排除万难来选择咱李秀莲啊馆长来做我的搭档，啊当然不是无杂音，不是无人安尼来我阻挡，啊来我背夹，甚至啊讲甲未听一个话，啊有媒体的一个资深的。这个啊，记者，伊当时伊就寄声啊，所以伫迄个时阵，阿扁阿妈安尼真为难得着。不过呢，伫2000年，阿扁阿选择李秀莲来做副总统，2004年的阻力啊，更加强，更加大，甚至阿扁阿要来对我宣布的政治面呢，压力啊，照常阿哥呢，无多来真正来排除。所以为着要来提名李秀莲两届来做我的副总统的候选人，我面对遐尼大迄个压力，啊，我嘛是坚持做对的代志，因为我希望会当有查某的副总统，说下去咱就有查某的总统，所谓的两性平权，咱唔是嘴咧讲，啊，变啊心目中啊，就是安尼想。嘛是实际安尼做，所以呢，伫苏贞昌甲蔡英文两个来互我来做选择，我来敬着蔡英文。所以，同款的道理，蔡英文
甲赖清德两个人要来竞争初选，到最后阿扁也嘛唔惊得失人，我嘛是勇敢站出来，我出来讲，为什么爱支持赖清德代表民主进步党来参加到2020年的总统？那如果讲李秀莲在2018年民主进步党选输了后，伊第一个跳出来要来争取2020年民主进步党的总统党内初选，阿扁啊嘛是照常会支持李秀莲，但是伊无发声，所以去党内初选开始登记啊，赖清德院长啊，伊来完成相关的手续。当然，咱嘛希望讲会当巧啊，会当来协调上介好啊。既然无可能呢，啊嘛是爱按照初选的办法啊来进行。迄个时阵，阿扁啊嘛是真清楚，我就是支持赖清德。但是今仔赖清德既然伊都讲过，伊若初选输，伊要支持赢的人来这个参选啊，这个2020年的这个总统，所以嘛是照片照镜，所以无可能阁出来参选，无可能替党，啊，无可能讲寻求啊连署来争做总统的候选人。所以呢，咱只有得爱面对现实，啊，剩一个蔡英文来代表民主进步党，代表这个绿营。那安尼的时阵，是不是咱得爱来共同面对？虽然咱对这个人选，咱还阁有意见，咱还阁有批评，啊，对着姐姐的这个议题，有当时啊讲袂清楚，啊，有当时啊过去安尼做的代志，去予咱失望，这种总是事实。但是呢，面对着中国国民党，因已经整合成功，已经存一个总统的候选人。咱敢会当过来分做两边？啊，那如果讲你会赢，那安尼你会当取代蔡英文，安尼阿哥无要紧。总是呢，安尼大家搁拼看卖呢。问题是差价遐尼济，尤其呢，阿唔是讲安尼准备几年个啊？啊，结果香港讲呢，啊，伫即个17前一天。啊，再来做这款的决定，迄代夫妻呢？啊，边也要选台北市的市长，我嘛准备年半呢。啊，边也要选啊，这个总统，我相信呢，伫提名之前，啊边也嘛已经准备要半年啊呢。所以呢，拢总唔是咧滚笑的，总是爱准备啊，有这个打算啊，唔是讲有就好啊。哦、所以呢，阿扁也认为讲，李副总统伊要出来参选，这是伊一世人的梦，我嘛会当来理解。啊，问题是，伫这个时阵有必要无？你若会赢，大家无话讲，支持你。你若如果讲摕一个30-50万票，啊，应用啥物人？啊，当然是应用蔡英文现任的总统嘛。够有可能讲会去影响到这个韩国瑜呢？会去摕着韩国瑜的票吗？摕国民党的票吗？用脚头想嘛，知影迄无可能的代志嘛。啊，所以呢，你啊加摕30-50万，啊，就是蔡英文减30-50万嘛。啊，一对一的选举，啊，输赢关键就是伫遮啊。所以呢，真侪阿扁啊的支持者，伊讲呢，啊，李副总统。对阿扁啊，你较好，比蔡英文啊，对你搁较好啊，这样事实啊，啊问题啊，你未调的时阵，唔是讲我啊，你看无啊，这是大家公认的啊，无可能当选。啊，时间遐尼短，啊是要选伫对一家呢？是要怎甲人选呢？啊，所以呢，阿扁啊认为讲，你去吼，这个。韩国瑜调去，啊！你讲韩国瑜调去，伊第伊讲过，伊要签和平协议，啊！台湾要变作第二个西藏，第二个香港嘛？同款，伊讲过，伊若做总统，要将阿扁啊，搁掠到转去，啊！结果你怎么来支持来连署啊？这个李秀莲，啊！结果，何你讲摕几十万票，何你讲摕100万票，嘛未调啊？
啊，去让伊调去，啊，毋是我韩国瑜来将阿扁啊，搁掠倒转去，啊，这是你爱的吗？啊，你若爱，我嘛无话讲啊。你若如果讲啊，选举的目的就是要啊，你这个蔡英文救落来，将阿扁啊搁关倒去，啊，这是你的目的，啊，你也无所谓。安尼阿扁啊，搁有啥物话通讲呢？啊，若如果你的本意毋是安呢，你毋是要将蔡英文救落来，你毋是要将阿扁啊关倒去？那安尼是毋是啊好啊？做一个思考，真侪阿扁啊的支持者，阿扁扁一边一国理念的捍卫者，是毋是伫这个大是大非、伫这个大局的这个考量之下，咱得爱想较侪咧？阿扁啊，甲李这个李富啊，讲开感情上介好，啊当然甲蔡英文总统。安尼较冷，但是呢，阿扁啊，伫这个关键的时刻，我所做的思考，当然我要甲大家来共同勉励，唔是阿扁啊无赞成李富，但是呢，确确实实这届真真正正唔是滚笑的，无论咱怎，一定要好好啊来思考，有必要搁进行这个啊连署。有必要无？哦，真正真正，我要拜托大家好啊，去想看卖咧，包括李武的支持者、阿扁的支持者，大家去想看卖咧，安尼好唔好？汽笛声、叫嚣声让蔡英文动了气，连讲六次叫大家安静。不过现场继续鼓噪，蔡英文干脆正面回应诉求。对阿扁总统的人权，跟他在司法上、程序上的权益，我们一定会全力声援。我们民主进步党会负起这个责任，我们不会让你们自己孤单地挑起这个责任。保证党中央全力声援扁案，蔡英文一边向停扁群众。